二品就有一个三音，三品里边有三个三音，四品有一个三音，五品有一个三音，七品有一个，九品有一个，十二品有一个。OK， 这三音呢怎么用呢？我们演奏的时候经常能碰见这个，比如说我弹，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过。剩下的就是人工泛音，也分几种。一种呢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有一个数学的问题了，加减法的问题。比如说摁着七品，那么它的十二品泛音呢就在推到它第十二个格，从这儿开始算空弦了。
需要选择性信息，这是第二种方面的方法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同样刚才我说的松果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拿熟了的。接着我们来接着说右手，三种拨片说完了，我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说，然后就是拇指，咱们右手拇指。这个元素主要原因，除了这个我所指的这个化学元素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唱谱。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有唱谱的习惯，就是弹什么就要唱。有吗？都没这习惯啊。反正，我们要知道明白一点，大脑永远快于手。大脑发完指令，手去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哆西哆西嗦咪，大脑发完指令再去弹，拉西哆西哆咪，这个环节很重要。我希望大家以后弹琴要边弹边唱。音阶练习有很多，大概
可以说，各种模式的下来，包括各式各样的空间，加起来，我想这练习有几万条也是少的。所以，今天的练习大家要注意，除了正常的自然音阶以外，还有合成小调音阶、属音阶、小调音阶、旋律小调音阶都有很多。我简单先说几个。
举下手。有谈过一年的吗？举下手，谈过一年啊？知道爬音是什么吗？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些音给分解啊，像钢琴上也有爬音，我们知道，比如说我们摁钢琴的话，我们会。
多去谈别人的东西啊。这个我相信大家有的孩子可能刚开始拿起吉他，第一件事可能乐理都不知道呢，第一件事就先去弹别人的曲子啊。但是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这种学习方式虽然不对，但是它能很快地激发你去继续学习这件乐器。那最好的办法还是我们一步一步来，从最开始的基础一步一步走，以后再去弹别人的歌。我也弹过很多别人的歌啊，包括你们都爱听的，对吧？真的爱你。OK， 当然别的调我也能立刻弹，低音都得立刻弹。前提就是像是唱谱嘛，然后搞点歌调的关系。OK， 暂停一小会儿啊，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时间，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这些，有什么地方不懂可以问我，举手就行。不太像成都的年轻人啊。